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们的女儿叫佩佩。那一天，一个有阳光的日子，你来到了我们身边，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叫佩佩。像第一个的话，应该其实更想是女儿，女儿嘛跟爸爸更亲近一点，然后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嘛，就是爸爸之间的关系肯定更好一点，更近一点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女儿的话，肯定是有私心的呀。经历了800天的日日夜夜，爸爸的生命里从此多了两个美丽的女人，一个是你最爱的妈妈，一个就是你。你俩走在一起的背影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。爸爸呢？爸爸呢？嘿，爸爸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过来！好了，爸爸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女儿是前任吗？老婆吗？还是老婆呢？嚯，你那像啥子都在给我。那老婆不可能是前任。怎么噻？所以说从来不给我过情人节，要是情人又不是情人，我要过情人节。可以跟王佩可以过一下的情人节。今天你2岁零80天了，知道吗？这之前的你经受了不少磨难，生病住院。每当我对视着你清澈无邪的大眼睛时，就在心底无数次地告诉自己，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甚至是生命。但妈妈相信，这是为以后的一帆风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这太付出了，感觉。后来王佩当时出来就抱进去了吗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吃了就吐，然后连黄胆水也吐出来了。我是那个时候，简直是晚上睡又睡不好，白天没啥，也不想吃啥东西，反正就想着娃儿咋还不出来。他当时还给我拍了张照，我看了一张照片，我就每天都在哭，看到我就哭，又想看。一看呢，眼泪会流下来，就是多造孽的噻。然后就睡啊，脸又黄啪啪的，哎呀，那个样子二笑二笑的。他反正王佩那样子看到是最造孽的。时间像沙漏，一点点的流失，而你在一天天的长大。还有什么比在有限的时间里拥有一个女儿更加幸福的事情？内心的其实高兴啊，或者是应该是他看着你，看到你那种。上班啊，就下班啊，回家的时候看到你，然后叫爸爸，叫妈妈。嗯。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。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，小小的你，在你小小的梦里，把我所有得到的事情都吹进风里。王佩，爸爸是一把伞，为你遮风挡雨；爸爸是一本书，为你解难。爸爸是大力士，把你扶得高高的，看世界。从此，爸爸的肩膀上笑声不断。听见爸爸对着我说话，孩子有一天你会长大。爸爸永远记得你的那是第一次。2011年10月，第一次听你喊爸爸。爸爸。2012年3月17日，第一次喂你吃橘子。2012年3月25日，第一次看你学会走路。陪妈妈会用这辈子所有力气来爱你，一定会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。
跟妈妈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起来。我也会用和妈妈一样，用自己一生的力量和爱带给你。这个是谁呀？感谢你在奇幻旅程中的那个回眸，因为看到了爸爸妈妈才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如果这说法成立，你那一刻的回眸在爸爸眼里就是这世界上最动人的回眸。